美的出门时刻总是懒得想搭配吗？又是挑选服装款式，不仅要搭得好，还要搭得巧，尤其是搭品与配色的协调度，更是服装搭配里重要课题。所以不妨运用懒人小巧思，以 one tone 风格来呈现，制造质感与时髦兼具造型，还能带来深刻印象的视觉层次。一起跟着这样搭，让你轻松驾驭同色穿搭，不同材质营造质感 style。姑娘们的衣橱里一定有的暗色搭品，以黑白最为百搭。从服装到饰品配件的同色搭配套路，让个性品味瞬间拥有。想制造微妙的重点细节时，不妨以差异材质作为混搭，例如缎面使整体增加高级的质感，呈现简单却迷人帅气魅力，图案中属于自己的个性。如果觉得单一色调的搭配有时会觉得有点无聊，推荐融入充满视觉吸睛度的搭品来打造。同样选择相同色调单品，在上妆或下妆加入印花图腾，展现专属于自己的穿搭态度。另外成套睡衣的 one tone 造型，让你瞬间 get 街头时尚，连起裤也有超强气场 office lady。 想穿同色调搭配时，首选西装外套打造成熟气度，例如选择衬衫式的连身裤，外搭一件卡其外套制造鲜明对比，换上蓝色外套内搭白色连体，多风格混搭别出心裁的造型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。